嗨，各位小朋友，今天我们来玩凯蒂猫的新玩具。我们把玩具拿出来，这辆是凯蒂猫的野餐车，这是凯蒂猫的爸爸，这是凯蒂猫的妈妈，这是凯蒂猫，这是凯蒂猫的妹妹。我们让凯蒂猫的爸爸过来开车，我们再让凯蒂猫的妈妈上车，这是凯蒂猫的床，这是凯蒂猫的电冰箱，这是凯蒂猫的灶台，这是凯蒂猫的行李箱，这是凯蒂猫的小摩托。我们可以让凯蒂猫坐上去，我们再让凯蒂猫的妹妹上车。凯蒂猫一家人要开车出去野餐，好啦，我们到了，我们让凯蒂猫他们下车。我们让爸爸过来坐在椅子上，我们再让妈妈过去灶台那边煮饭。我们再让凯蒂猫过来开车出去玩。